开始录了，没亮吗？有亮了，不要动它，完全是 OK 的。应该正在录吧？我要看啊，红灯亮着。是啊、我要看你正面啊，十七八，正在录的意思啊。对，但你翘头翘的好高哦。嗯，要翘一下。今天，那你刚不是用 app 看就好了？看不出来啊。app 哎、欸，看你自己拍。今天网路不很连不上，我今天都看不到，所以今天要用看的。你也连不上，对不对？对。我连上了。你有装 app 哦？不是啦 ，LTE 啊。不是啦，我说的连不上是说我这个没连上。好了，我这样应该 OK 了，就维持着不要关它这样。够好时间。对啊，我看时间。有点十五，我就滑下去报道算了。哦。好，那你小心哦。好。台车哦，不行，我下得来吗？这个，哦，还没热身过，先下去一趟哦。对啊，先热身一趟。这个可以嘛？这个我可以嘛？
再開までしばらくお待ちください。
れ。你在我前面呢、欸，对呀、啊，应该搭那台的，至少比较高一点。光走路就累死我，对啊，光走路就要累死我了。啊，对啊，搭左边，右边的我们好像没搭过哎、欸。对啊，你怕啊？我们要搭右边的。你要搭哪一个？左边的啊。啊？左边的啊。右边是走右边的路是不是？右边很恐怖吧？对。有比这边陡吗？是坑坑巴巴比较多吧？对不对？我快热死了，好像可以拖到中程的感觉。好热。你要不要跟他讲一下？我现在要去试着问问看能不能改今天。当然是要问问看啊，有话有问有机会啊。
小心啊，大家你有听到吗？有、啊。重要重要的事可以搞错题了。好热啊，那么多天。他先昨天也是不对的，除非他当初打算一次把包方伟跟划完，因为我们的票是两天两天。他约昨天，而且我明记得他之前跟我说过，他是倒数第二天的话。很乱哦，还是七点刚开始被人家划一划，所以我要下不来了，是不是？
自己边去边这样找就可以。你看，你看，现在看就知道，右边那一面。对啊，那个不是这个。对啊，那个乱七八糟。哦，不，你不走右边。今天这个是不是比较平啊？没有。没有啦，今天比较多。啊？雪比较多。嗯。我要趁没有人的时候先下去哦。你说是改成明天啊？超上级黑线那个啊，那里，好、哦，就再搭一段缆车哦，好、哦，拜拜。好玩吗？还吗？还没下去。
堆人来了，我要等他们走，我才能走。他们走了，我再走。你先走。不过，穿板子的很多个。
哪里了？
对。
松馒头，赶快上来。松的程度是我学员板下去把馒头推平，可是馒头真的很大，那种松超松，快来吧。哪一个啊？我听不懂。是我们刚刚搭的是四人隔壁的那个两人吗？是那一个，那个就是树堆旁边的一个右边的一个。就是四人隔壁的两人的嘛，对不对？我坐在四人缆车门口，你没看到我吗？所以兔平佩啊，集合吗？快热死了！你今天穿的衣服怎么样？热啊，很温暖吧？我预先要坐下。啊？预先要坐下。哦，一路坐缆车上来。嗯。坐那个学校旁边的那个缆车。他为什么不能让你今天？我就直接，因为我猜。我先说能不能改明天，后来我说今天也可以。不过他这样按，我觉得明天比较好。你就没时间练习了啊！你学到技巧，你要怎么教我？下次练就一年后了呢。如果我记得的话，就是记得；不记得的话，那就不记得。
会的，亲身体会出来，但是也未必教得了人啊。今天我都滑速的另外一边，因为我发现嘴很松，很跳又很松，所以我就滑速。你滑了一次这个是不是？两次。两次。然后我第一次滑的时候不小心，不知道为什么我滑到树的右边去了。然后后来第二次下来的时候，我想要选左边，但是我看一看，我发现很松，我觉得又跳又松，可能很危险，我就走了，我就继续滑树的另外一边。嗯，那你感觉两边哪边比较累呢？一定是很松的那边累啊。是啊。因为我血管会卡住，不好转或什么的啊。哦。就像今天撞树也是因为血管卡住了，没有办法转，所以就。你要利用那个凸起来的那个地方转。那他是说要来画这个？对，画一次看看。就跟这个意思一样吗？可能哦。那上面那个李黑嘞？我不知道，没去。你没去？当然没去，我还没有坐上去啊。啊，你不是说刚刚讲这个时候你要去李黑？我没有说，我说这个是最上面黑色，不是真。他们那天叫他跑过来排。说你排错了，然后结果我们选到一个路很窄很危险的。对啊，我们说这个也是黑色。我是说这个。你看呢 ？Hello。好痛好痛！哎，那个树雪掉下来，突然间，他一个人造成这堆树的雪掉下来。哈，你说他震的吗？对啊，他就咚咚咚，一堆树就倒下来，是怎样？这些树很重哎，他们都。被压得要垂下来了，然后他屁股一动一下，他就对啊，要不要再摔一次？你大可以帮我照相吗？好漂亮。好啊，这已经快变树冰了。好，好像都僵住了。对啊，一大串僵住了。这也是啊，毛茸茸。搞不好你画画，它就掉了。看看看看看看附近的树。那他们摔倒才有差。是吗？而且这种松松的，对你都听不到它声音。看，雨变大了一点点。哎呀。风也变大一点点。明天继续下雪啊。嗯。啊。我就是又下雪。一条嘞，多的不行，全开了、啊，人多的时候它全都开了，那还有一条哎、欸，怎么那么多条、啊？多到不行，那我们再跑去看看，这样才分散人啊，生意不好。下面呢、啊，下面有滑那个是国际，国际的黑线没人滑，后来我看了国际黑线中间有一条好平的路。难怪没人滑，满山满谷都是的，还好还可以，还可以的，没有之前那看到舞龙的照片那么震撼，挤满了人，对啊，那肯定挤满了，这个还好，雪场就这么大，很小，舞龙很小，好冷哦，山上真的，不是很小，是我们选的这两个倒是很大，往右边啊。他们要去左边哦。缆车旁边吗？不是缆车旁边吗？我们刚坐缆车是那一条。哦，对对对对对。笑的哦。缆车旁边，右边还是左边？右边。缆车的滑缆车上来方向的右边。对
这条。对啊。你秀斗梅花就在下面啊。他刚摔倒就在下面啊。好。嗯。要拍照，要在哪里拍好？我不知道啊，哪里比较好？很松哦，这边的怎么不太好看？这边比较瘦哎，刚上来那边比较粗。好像没有很好看呢、欸，刚刚那边的姿态比较好看，哈。对啊。哪一边？滑到那边去，要人像也要原本的哦。要人像跟普通的都要。不要拖啦，穿着拍啦。对啊，这样就可以拍。帮我拍啊，你又不帮我拍的样子。我现在会站着休息一下。好松哦。而且很安静。祥和，不会有呱呱声的这样。嗯，可以吗？可以。有没有 portrait？ 看不出来。哦，我以为你问有没有口水。portrait。那等等，我把脸拉下来一下，我要有笑容的。可以，要有笑容的。好了。啊 ，portrait 吗？现在就是。也要普通的，也要普通的。普通的。你好像相机是歪的。没有这样可以。嗯，在我的角度看是。还换我帮你，我帮你相机给我。你说叫我去哪里？弯成正面。我去正面。不是，弯成向左边。你现在是向右边。那你要跟下去啊、哦？对啊，我会跟下去，我会自己下去。可以。请把立入镜子挡住。那里。
欸，相机给我啊，你不要再走了。相机给我。你没看我那么近。你惨到我，你就完蛋了。我哪有惨到你？很惨到我。又害我摔倒，不过这里摔倒应该不会痛，可以原谅。就是坐下而已。我在雪天，我的手都辨识不出来，气死我了。要滑的。好，全身真的挡不住，我自己敲，我自己敲。好，一二三，看我头抬高一点。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好，人像。一二三，哎、欸，你不要动，你根本我一张都没有拍好。哎、欸，你又，我要重对。你要挡他是不是？对，我自己。一二三，够远吗？等会。还要再远，我可以再远。不用看我。好，你看看满不满意？这个技术这次不用特别看的啦，看一下嘛，可以的啦，好啊，很好啊，收好，确定吗？对啊，确定。那我要看一下我的，哎、欸，不行，你帮我按开，不然我看不到我的。我如果不满意，我要重拍。没有啊，就直接拍。你要不要露脸的？不给我不，我要看我的拍的好不好？你的直接拍，再拍一次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就再拍啊，有的拍就拍，为什么不拍？而且下次又不用挡立入镜子，你再降下去啊。那我把脸露出来。那你那你要用弯的哦，我前进一点。对啊，你弯。啤酒豆噜，豆噜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。但是我刚喜欢这一颗，哎，这颗很粗，后面还有粗的吗？很粗啊。我这样脸可以吗？啊，你会不会站太远？人像啊，人像加全身了不起，这个很好啊，我还蛮学到的。我要后面是都是。我都拍了。我刚才在讲话。普通的，普通的就两边都有拍狠的。那、啊、我刚才让你拍狠的。没关系啊。那你再下来，我帮你拍，我帮你拍还学到的。那换你下来，我不用，我这样有办法照啊，我这样有办法照，我为什么一定要那个方向？你也知道那个方向，为什么要逼我转弯？我再转弯就更下去了。你没有把相机交给我、欸，陈先生。嗨，我这个技术变好了，你看我这个技术是不是变好？被逼的。哇，我的侧降技术变好了。怎样就还应该说水学很松，所以很好降吧？不是，是真的变好。真的吗？你等一下再侧降一点啊，我自己再转个位置。我还要再侧降啊？因为我会变远啊，你自己抓距离啊。因为不够近你才降的。我会觉得太远哎、欸，你太远了吧？这样我拍人很。我前进还是后退？后退。后退。对，挡住立路禁止。好，停。但是你好小啊！一二。先拍人像啊，人像刚好全身。哦，你要人像全身哦。那立路禁止我又挡不住，好。一二三。哎呀，好。一二三，看我。好，我滑下去一点。拍照，要对你的位置啊。谁？哦，没关系，一二三，
你要不要检查一下？我怕你不满意我拍的。不会啦。但是你刚其实，我怕你没有拍到。我想要，哦，完蛋了，我忘忘掉。我想要的是整个后面是那个的，好，这样，我半身就好。啊？你看一看我拍的。你怎么还在那？奇怪欸，我们俩在拍照。拍照，哎，给你，你检查一下。那我要先看一下我的。很好啦。一点不放心。不错吧？还没看到。可以了，你把不对啊，我都变成头很大身，脚很短这样。哦，但是我远距离的也拍啦，一开始是比较近一点的也拍啦，应该都 OK 啊。我帮你拍的比较好。好好好，那我再看你拍怎样，再帮你拍。然后我姿势歪歪，你也不跟我讲，我整个姿势很奇怪、啊。我这个姿势是这样，脚这样歪的，你自己看，你不看我帮你拍的，那才是我要的。哦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！好软，好好做。嗯。你自己看，你看我往你拍的，就是不然你要提醒我要站直啊，或什么的。没有啊，因为要站直的话，就要更朝山底下倾啊。那就叫我站直嘛，站直姿态比较好看。哦，我帮你拍的大头狗。对啊，我帮你拍不会呢，为什么你帮我拍大头狗，我就觉得很丑？我拍比较好看。因为我那个时候比较费力。对啊，你可以帮我拍好看一点吗？你看还是说满意，标准满意，我就看了就不满意。看我头很大了。这样子有比较好吗？我说这个 pose 姿势不好，就是你看你都站直的啊。因为我有办法站直啊。那我就站直啊，我也试着站直，为了照相要站直。好好你现在滑下去，然后试试看，我看你站的直不直。我滑下去哪里？下面嘛。对啊，拍这里拍就拍啊。为什么？你如果爱拍照，一脚。那应该要用酱的吧？你应该不会弄到你吧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这样有值吗？这样有值吗？这样有吗？好像没有呢。应该要这样，我应该另外一脚虚踩这样。这样就直了吧？这样很假吗？因为我另外脚没有在踩。好，后面有树哈，有我要的树哈。有吧？但是我觉得我好像……好，我知道了，我要在我的腰部拍。对啊，我好像没有帮你拿那么高。你才不会变大头狗。对啊，我就是你不把我拍成大头狗，我就说我知道啊，我现在我头很大啊。有没有立入镜子？没有，挡掉了。人像。我也要，后面都是树，没有学到的哦。你相机都拿歪的，你到底在拍什么啊？在我眼中看你相机都拿歪的，你可以到我的这边拍，后面都是竖的吗？我觉得我歪的刚刚好啊。你到我后面拍，后面都是竖的。我帮你拍的多英挺啊，你把我拍的像大头狗。我长得比较高呢，我现在放低啊。高很，才高我4公分，你是觉得有差呢？
你的账挡到。啊！糟糕，我腿忘记伸直了，还是没有腿。那刚腿不就很丑，对不对？那刚腿不就很丑？啊，我就拍不好，你要提醒我啊！那我脸罩起来了，有人来了哎，烦哦！我们可能会挡住他们，那我还没戴好面罩。错脚了，好危险！嗯？为什么要弄那么大圈呢、啊？而且我跟你说，我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对我左脚比较有信心的哎、欸。反而右脚觉得不太行。就是现在左脚觉得自己也觉得很稳了。那我们滑这半边。哎呦喂！哎呦喂！哎呦喂！
倒的样子啊？我不知道怎么倒的，我只有抬头看着他。啊，你没有看到我跌倒，没有录下来哦。没有看到。因为就卡到一个很松，很松吧，然后就卡进去，然后整个人就往后面倒。好好笑。怎么这么尴尬，上不了车哦？在那边有个地方可以切回去，我刚看到有人切过去，但是我们还不知道。哦。哪里？在这个蓝柱子的人的上面一点点。好。那个后面的树。从柱子切呀。哦，手。是我们现在去哪里？这个好好玩哦。
继续去吗？要去哪里？啊？爬上去啊？兔皮配了吗？有点陡。少练了。脚是不是酸啊？因为都是靠左脚在爬。没发现，没发现。
要滑这边是不是？你要滑哪边？还是这边？哎、欸，我在想，我这次下去要不要再去一次山顶看看？会不会积雪都松雪，我们也可以滑了？不是，我在想，我们要不要去山顶吃饭啊？山顶吃饭都可以啊。啊？都可以啊，会不会特别贵、啊？知道哦。好舒服哦！我怕我撞到你啊！
接过去了。我就很累，吃饭了吗？啊？啊，现在几点？啊？这样才两小时呢。我看到，整个飞起来，那还是再坐一次缆车，坐然后滑过去，对啊，哇，但是不然要走好远哦。哎，我滑不过去，我滑不过去，不行。我宁愿坐缆车慢慢滑过去，我宁愿坐缆车。你要去哪里啊？啊，不是要上山顶吗？啊，你不是说要休息就要休息？你讲话很奇怪，我以为你就是说那就去缆车就去吃了。还没有饿。我吃个饼干就好了。我懒得拖拖穿穿。对，还是要拖鞋干嘛？我不想拖。我想坐在地上休息就好。就是说我坐在雪地上就好了。
下。啊？扭到脚。扭到。就是掰开了。哦，又被劈开了。一点点痛一下，然后后来还好站不会痛。我现在就是直接内脚举起来，避免它卡到。嗯。转弯的时候都。然后习惯了以后啊，下次再卡到就不会傻傻的，卡到那一瞬间举起来就好了，好像跟溜冰一样。溜冰的时候就是你溜冰都平着怎么会卡？不是，就是你偶尔不稳的时候其实可以动，那也要溜熟了以后才会有那个反应，所以就是多滑。像你就是越滑越多，那个狗滑式就会越来越少，因为你的身体就不大会陷入。我刚本来以为这边，哎、欸，怎么那么粉？后来发现是馒头这里才有，因为他有这种滑法，就看起来好像很粉。他们弄出来是不规则吗？没有馒头大队弄得漂亮。对啊。那等一下嘞，坐到山顶。还要吃一个零食。我一直在想办法把它吃掉。你也吃。再坐到山顶啊。有开的话应该要坐。好啊。这样上面。我也什么都看不到哈。都看不到，那边拍的。刚刚还好。下不下得来？好啊，上一次看看好了。换右脚吧。好。
要讲话？什么时候？坐缆车去山顶。山都看不到哎、欸。才刚粘上去的吧，我想。哎、欸，有没有敲到什么的痕迹？啊，糟了！我把它抹掉了。我弄坏了吗？没有啊，没有。它粘到什么？现在拍不到了。山庄，三五一八吧，哦，欸，很多人哎，对啊，今天看看多少钱？你雪把它丢这？对啊，丢这啊，也只能丢这啊。趁着还没中午，让老师给他。今天最惨的是厕所一扫一扫。哦，对啊，我看你一进厕所就。膝盖呢？踏不下去了。踏，又踏的。都是硬的。都踏直接让它躺着。走下来，对不起。干嘛弄我啦？哇，弄别人啊。因为你下面没东西抵住。看价位，我靠，走不上去。
里饭就好。好，在这里抽。是。对呀。Inside OK。哦，他说里面也可以。在外面抽比较爽，我想穿拖鞋，你要吗？好啊。就吃饭喽，我不要拖两次。对啊。不，那你刚刚讲了没？你刚刚讲了没？先讲，他就今天吃山顶。我们现在在山顶的小屋，现在要中午要吃饭，就在拖鞋子，穿拖鞋舒服。你那天上厕，你跟他说上厕所要脱鞋那个，他以为上厕所要脱鞋那个。就是最山顶，本来是说上次试图要上厕所，然后因为要脱鞋，就没有这个山顶了。拿进去烤哦，不要放在这里，我看大家都放在里面烤，因为放在这里麻烦很冰。そばヌードル、うどんヌードル。はい。荞麦面一个天妇罗，好不好？刚好。他居然有天妇罗，哎，没看过的东西，我给他放在旁边。摆斜的比较没这么占位置。好，可以哈。ザルそば。ザルそば。cold そばヌードル。cold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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 OK。好。啊，おもりはない。おもりあります。200円アップ。OK OK。おもり。おもり。はい。と、お天気天使。
はい。お、おでん。おでん定食。定食。定食。はい。コンボね。コンボ。1900円ですね。はい。はい、100円の返しです。7番でお願いします。電食。おでん定食。電食。定食。コンビウィズおでん。コンビ。おでん電食。定食。定食。定食。OK。電食。連絡します。那学电子的。对。